一天有24个小时，一天有3600分钟，一天有86400分钟。喵！哟，大家好，我是子轩，欢迎来到视频。OK，今天呢，相信你们看标题就知道我今天要做什么东西。对，我今天就要挑战24小时里面，就是一天啊，我可以最多用多长时间来学习？对，当然也要睡觉时间啊。OK，重视家具，对啊，因为我看有一个 YouTuber 他挑战过，所以我觉得不可思议，他竟然用19个小时来读书，哇，太牛逼了！所以我挑战一下我自己的极限，因为我本身也不是学霸，什么都不是，就普通学生那样。所以就挑战一下啦，因为在家这疫情关系，在家也是很闷，闷了一周，所以我想要个 content。然后我当然是加上课时间啦，因为明天是星期一，就是3号，对。然后我上课，早上有上课，然后下午也是有。那我记得也是有补习啊，有补习，所以我把时间全部加在一起，加上自己自习时间全部加在一起，看用多少时间来读书。我的目标是至少都要十个小时以上啊，目标。好，现在差不多12点了，我12点开始，明天12点结束。OK，我应该是会10分钟这样记录过一次啊。OK，这个就是马来西亚时间，所以我们这个挑战正式开始，明天见。耶，现在是。凌晨的4点20分，要确保这个真实性给你们看看时间，4点37分，然后这个是快10多分钟，我会用我电脑计时，当我吃饭或者什么时候我就按暂停，所以到晚上12点，我看我可以用多长时间来学习，check it out。OK，现在呢是差不多8点了啊，现在已经是天亮了。哇，那个天气，早上的天气。然后现在我想去煮早餐吃，然后我先停一下时间先啊。现在时间应该是差不多3小时17分，给你们看一下。OK，现在是8点半这样，我刚煮了一次，然后吃饱，现在开始读一书啊，看。OK，现在是已经是下午12点半啦，差不多。然后我已经完成了7个小时18分钟。对，然后我现在暂停先，因为我想小睡一下子，所以我现在先睡觉先。OK，然后等下都开始起来，因为现在已经10点半，我一点就要补习，所以我要补又精神一点，所以先睡觉一下，不然我怕我补习打瞌睡。OK。哟，刚刚我睡醒啊，所以现在是1点。OK，现在要补习啊，现在开始又读一书啊，Let's go。Hello, everybody。然后我刚刚就吃完饭，就是我2点25分，OK，check it out。
是六点多，然后我要去吃东西，然后等下再继续。OK， 三。OK， 现在已经过了半个小时，然后现在继续读书。OK， 哇，其实很真的是很累啊，但是我还是要坚持下去这个挑战，因为平时我是有睡觉的啦，睡很长时间的，下午其实至少睡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这样，但是今天我只睡十五分钟，所以很累很累这样，所以挑战就是挑战嘛，说到就要做到嘛，所以我一定会挑战。现在已经是14:30，所以我先按暂停先，然后我先去运动，运动了再继续，然后到12点结束，就这样 ，OK，Let's go。大家好，我刚刚做运动，哇，不是玩玩啊。真的很热啊，做了半个小时这样，然后现在我要开始休息一下读书哦。现在9点，差不多九点了，我休息一个5分钟，五分钟我就去读书，9点读到12点，所以应该可以创造一个17个小时30分钟。Oh my god, okay, let's do it. Oh my god.现在已经是凌晨12点了，那个是坏的，所以真的是零分。所以现在我刚刚 stop 的时间是17:36:06。哇，我自己也是觉得不可思议，哇，这么夸张。然后挑战自己啊，因为我哇，这样真的很累，很累，很累。哇，我刚刚做那个数学的，大概睡了呗，我超累，我现在。结束影片我就要去睡觉了，真的是很累，给你们看一下那个时间 OK。 觉得这个挑战很突破自己，因为我从来没有读书读过这样长时间，然后如果你们还想我挑战什么类型的那种或者什么 content 啊，你们可以建议啊，你们就可以写在留言那边下面哦，告诉我，然后我会去拿你们的建议 OK。 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，还没订阅的观众记得按红色 button 订阅我，还有打开旁边小铃铛，记得按赞订阅与分享哦，记得打开小铃铛，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